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是网恋女友上班，没想到竟然是我要面试的公司。这样的话，我的追爱道路岂不是一路平坡？可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。真的吗？啊。那走吧，我带你进去吧。好。大伟，你带去面个试。你好。你好，兄弟。这不是前女友吗？完了，社死了。开门。嗯，没处。为啥呀？因为上一段感情伤得太深了，没走出来。咱俩谁伤谁呀？哎，指的好吗？你瞅瞅，他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你是不是想找我复合呀？哎，这面试呢啊，你别唠那些没用的啊，真说那话。面试呢吗？我初恋怎么也在。出去吧，我们咱俩一起面呗。这咋整的？你处几个对象啊？一个。怎么就一个呢？因为我心里边现在还想着呢。通过了。